卢小姐呢要把这美丽的鲜花也同时的献给胡妈妈，将今天这个盛会的感动、荣耀和喜悦来跟胡妈妈分享。我们有请胡妈妈。也愿妈妈的心情就像花儿一样永远的开心绽放，愿妈妈的笑容像花儿一样永远那么漂亮那么美丽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温馨的时刻。非常谢谢胡妈妈。